奶酪，金钱和狗狗，你会怎么选啊？这肯定选狗狗呀。选狗有什么好的？选金钱多好，我想要什么品种的狗，不就可以都买到？哼，狗狗是我们人的好朋友，你不养狗，你永远不知道狗有多可爱。我家就养了一条狗，叫妮妮，它每天会陪我上学，会在我孤独的时候逗我开心，这样一直陪伴你的狗狗才是最好的金钱。我才不要，有了钱，我要把妮妮世界所有皮肤都买下来，我还买芭比娃娃、变形金刚，去赶动物园，这不比狗狗香吗？狗狗可是一条生命，它是我们最忠诚的朋友，我们不能因为一点钱就去抛弃它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奶糖说的对的，就打一。我不管，我就要选金钱，选狗狗。呀！啊！哼，臭妮妮，既然我们分不出胜负，那我们就各自去自己选择的下面看看，谁的成绩好，谁就是正确的，怎么样？正如我意。哼，臭奶糖，你就给我等着，我金钱下面肯定都是神奇，到时候看我怎么教训你。切，我才不怕你呢，我相信我的狗狗会保护我的。你是一个有爱心的人，这是你的装备。哇塞，箱子里竟然全是神器，有加特林、冲锋枪和狙击枪，还有能量剑。呵呵，果然选狗狗才是正确的。去看看妮妮怎么样。哎，妮妮，你怎么还没有上来呀？哈哈，臭奶糖，我这宝箱里面都是金闪闪的金钱和神器，我的口袋都装不下了，你快下来帮帮我。妮妮，你少骗我了，金钱下面怎么可能会有神器？你要是不信可以自己下来看啊。好，我这就下来。哎，妮妮，你人呢？什么，金钱下面竟然是一片虚空，可恶的妮妮竟然骗我，等我上去看我怎么教训她。嘿，臭奶糖，别动。啊，臭妮妮，你哪里来的神器？从你狗狗那边拿来的，没想到选狗狗竟然真的有神器。呵呵，臭妮妮，后悔了吧？我才不后悔呢，我已经是世界首富了，我有数不尽的财富，到时候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哈哈，臭奶糖，是你输了。是吗？臭妮妮，这是你逼我的，看我的无敌神器。啊，我怎么